吗？风向很猛吗？你不要刚脸皮在抖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但是屁子，我是 Dan， 我是 IF， 我今天要带 Chef 去洗车，为什么？通常来讲，女生的房间是干净的，车子是乱，可是 Chef 不一样，房间乱，车子也乱，靠呗，房间干净的好不好？你每次就是洗完洗鼻涕，然后揉成一个面团，然后丢在电脑桌前，然后不然就睡觉的时候把它放在旁边。我给大家看一下 Chef 车上到底有多乱。第一个。哎，我这个等一下，我知道今天的，对，还可以喝。我今天去拿了。好，那你喝，我不要，你喝一口。他已经放过了，你看吧，这名就不是。那是今天的，那这是什么？发票啊，我装发票的、啊。好，这样算合理吧？这个 OK， 勉强。你今天的车是算哦，还你看卫生纸，为什么会卫生纸？你这样打我下吗？我不要，然后闻到小味。再来，还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这些是什么东西？这打火机。你不要干我的电池，还不还我，好不好？零钱，怎样？这么多一块，当最耐心哦。地上，好，地上还好。卫生纸，后座哦，后座就有点可观了。鞋子两双，这还没结束哦。来，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后车厢。后车厢其实还好，然后后车厢来了。还好，你有整理过了对不对？我有大概弄一下，其实排一排蛮整齐的。在你车上看过袜子哎？今天没有袜子哎，有整理过哦。今天状况算好了哦，之前他的后座真是堆积如山的垃圾。看一下手套箱。穷啊！这个就真的有点夸张了。这是什么？牙签啊？为什么会牙签啊？全部都是洗车指甲圈、头痛药、海小。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要车放这么大块？我今天是好人做到底，我们就来帮 Chef 整理一下他的车子。Let's go。那个不好意思，通常过场是你在做的，有点远。到底会不会洗车啊？会啊。你有工具吗？这块是干嘛的？放进去吗 ？OK， 这合理。车子这个，通常我们洗车是不会用这种海绵，它其实很粗，对吧？这应该没错。如果洗车达人看到这则影片有错的话，不要怪我，所以我们是个门外汉。那你要换鞋子吗？你穿的 easy 耶。不用啊，有钱真好。我们的谢衣服呢，现在在寻找他的十块钱。小龙，你有十块？没有。我还有20块，有10块了，所以我就20块给你的。尤姐，我们洗要多少钱？我会准备120。切腹应该要240吧？车超脏，所有人都知道切腹车是众所皆知的脏，对不对？对，香阁楼，你很久没出现了，对，他车是不是超脏？超脏。擦车这种东西啊，一样由上往下，洗一次就变专业的洗了。风向很猛吗？吼、哦，有这个有猛，对有猛，这个喷会吹掉，对不对？他刚脸皮在抖。好无聊，幼稚，就是幼稚。我拉的不是裤子，我拉的是笑。我在我轮胎上面贴 JNIF， 我永远擦不干净，因为衣服太脏了。对 ，IF 都不要擦。衣服终于把他车清干净了。哎，等等，回来，下雨了。这个有点大。这雨不小对啊。这衣服难得洗一次车，然后就下雨。下雨这故事告诉我们什么？对，明天再洗一次。影片到这，然后呢？喜欢的话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下雨天记得要打蜡。不要理他，拜拜。